欢迎来到 AI 猜猜看，我们今天请到了特别来宾海牛。大家好，我是海牛。那海牛，你知道我们等等要猜什么吗？你刚刚已经讲出来了。我刚才已经讲出来了。好、哦、，AI 猜猜看了。对，哎、欸，跟谁好了不一样。那海牛，你知道今天要猜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今天就是要用官方的美术图生成的 AI 图片，让我们大家来猜猜看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特拉，我还以为这个是闪光的雅斯娜。雅斯娜是很像啊，它是那个特的那个双声道。我猜如何？公布答案。你喜欢做效果的？超怕、啊！有这个造型哦、啊，还没出啊。还有这样的、哦、陷阱题啊、哦。我不知道歌德，这个一猜就是歌德啊。这不是航海王的角色。很 man 呢，他是那个七龙珠里面那个、啊，演算派那个的。艾迪啊，这是青燕呐、啊，这诺可惜好不好？你都太菜了，这是青燕的新造型。青燕不是男生吗？新造型啊，我都没有看。手，你看那个，那个手的那个刀啊，你说毛笔、啊，毛笔、啊，他毛笔跟他的手指连在一起。好，你很强哎、欸。哦，这是夜叉的那个满月派对，确定呢、欸？真的哎、欸，就是啊，那他这个吉他握那么紧哎，感觉他这么强啊。这是雅雅啦，那个喇叭，吹喇叭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很喜欢做效果、欸。哎，雅雅本来开大刀对，不不不，啊，让我们。这有点难、欸，这个有点害牙风哎、欸。你们到底行不行？那、啊、叫雅莲，白色那个、啊，是白浪那个造型，有坐骑哎、欸。他那个画风一模一样哎、欸，他那个动作姿势，哎、欸，这个造型根本很少看到，这角色也很少看到。对啊，好，下一题。这个到底是谁？这个是九九是不是？九九，不要瞎掰好吗？哎、欸，你很懂，真的。这克莱斯吗？啊，这克莱斯啊，宙斯啊，宙斯师傅啊，蛮像对那个还会造型，就是牛魔王的黑帮，克莱斯啊，警察，这都是克莱斯，克莱斯啊，对，我也猜克莱斯啊，欸、真的哎，差好多、哦，你看我就看得出来，宙斯都没变啊，他的动作没变，他这个变很帅。开题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让我猜，给我表现的机会，是那个骑马的马哥啊，马哥的那个鬼舞者，对啊，鬼舞者，他脸也不让画得太好看了吧？真的，真的变帅哥了，哎，对不对？是马哥吧？安格列鬼舞者，很强哎，我觉得这个不会吧？这就比较熟啦，他动作只要没变就很好猜。这个很简单了，先给你们猜了。这是罗罗的那个次元图是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知道？动作啊，他的腿啊，怎么可能、啊？他都这样翘脚，你全游戏就只有他这样翘脚，是吗？这题很难哎、欸，这个很简单了，先给你们猜了。这题好像不太对。男女有新答案了。我要猜景的次元突破。哎、欸，因为 我印象中好像是会不会是玲玲啊？对，好像是次元突破的姿势，因为罗尔的方向不一样啊。我猜夸克，我要猜景次元突破。你为什么猜错的？乱猜的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是夸克。真的、欸？为什么？这么强，新造型、啊。帅吗？我想不到哎、欸。我在想那个动作。那你很强。哎、欸，你有在看盛典哦、喔？这个有猛哦、喔。这个是盛典的、啊啊。绿哥。哎、欸，绿哥。我刚刚在想，没看我在沉思。有。这是害牙。害牙吧。害牙，灭世红。你们是看色调？这色调也明显，动作也明显。后面有一个星球也明显。后面有一个大星球。还有其他的、啊。害牙，害牙，害牙。这一定是害牙。欸、不是他头发变星球，但很像。哎、欸，这个我真的有点不知道。这个我真的也有点不知道。看他是萝莉，这个男先生怎么办？哎、欸，这个是真的有点，这个应该是还没出的造型。先确定这，先确定一下这个是造型吗？是。他有鸟哎、欸，角色也很新。角色也很新，雅雅吗？角色很新啊，只有雅雅的感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雅雅没造型吗？我感觉这造型好像还没出。好像有在美术组看到过，那你觉得是谁？就真的难倒我。有什么很新的角色吗？新的提莉啊，提对啦，就只有提莉了啦，还没出。我刚刚有是刀锋宝贝，我刚刚就在想提莉，但是我没像提莉有什么造型？这造型还没出啊。
这个就那个梅，这个我知道，让我先猜，让我先猜，我猜艾奈特，不是海伦仙杜斯啊，是海伦啊，这是菲尼克那个星球啊，我以为是菲尼克星球哎、欸，这是艾奈特的星球吧？艾奈特有星球，艾奈特有星球啊，对，应该是星球，那可能也有可能是海伦的，猜要么艾奈特的星球，要么菲尼克的星球，但是我菲尼克高一点，我也觉得菲尼克，我是艾奈特啊。尼克，他那个头强、头套就出来了，头套出来了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可是艾奈特也有头套啊，他没有那个耳朵，少了耳朵，欢乐多多，有了耳朵，欢乐多多。好，给我遮颜色，来这招，这很像那个、欸，太简单了，完全看不懂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你先不要讲，对你一定猜得到。还是海伦，那个头应该是海伦吧？可是我没有没有，不是海伦。我猜尾啦。没有，你知道我第一个跑出来是什么？我第一个跑出来是猴子。啊，猴子。猴子有一个那个好像是。你说猴子的新年造型、欸？新年造型啊，那动作出来了。是哪里像猴子啊？脚跟那个刀子。他身形出来了，新年限定，就是猴子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啦，颜色就知道啊，对吧、啊？这猴子出来了。好强哦！我看没心态。好像有一个游戏是那个被虐爆的那种。你看我渐入佳境了，那种太新的造型跟我那么出。这个就太难了，你越来越会了。你直接觉醒。我记得就是那个美，我知道啦。啊？刚有出现过的角色啊，也是睡梦造型的。你这样子我就知道是谁啊，鱿鱼丝妹，鱿鱼丝啊，特兰男士啊，睡梦甜心妹，阿公剑在哪、啊？没有没有，他上面趴着，他上面趴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会知道？人家在聊，看耳朵，没有，不是看耳朵，不是看那个身形，他那个 body， 睡梦甜心妹啊，直出来，我刚以为是蓝，我想说有书啊。这个就这个我知道啦，这个还没出，这还没出啊。对，这感觉、嗯、这感觉像 monkey 双身造型。对，还没出。我一开始是猜马洛斯啊，但他们听他们这样讲还没出，应该不是。马洛斯身上不会长这样，场景也不会长这样。那还有猴子，猴子。啊、我已经不知道、啊。他们讲猴子，我已经只跟猴子。猴子或贝了，我觉得应该是猴子啊。如果我说都不是，算你厉害。那我猜马洛斯啊，这样我有信心。好，那我猜上你动作挺像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又是特，又是特。为什么？到底？啊、这出了啊，这。感觉是色调问题耶、欸，他故意这样子怪怪的，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变星空的那个，变地星空，这个倒是就很像那个机甲的特尔造型、啊、你突然说的都不是，害我有点错乱，真的还有错乱的，我就冲不来。小绿，你再压一个答案。阿穗是出过，那就是特尔了啦，特尔还是欧米伽，我那个特尔的那个画面，还是马洛斯的那个。好了，马洛斯。截止，等一下，青蛙谁？我马洛斯啊，特尔，欧米伽跟。可是欧米伽好像也没这造型。好，这家猜欧米伽好了。我猜上了，猜马洛斯了。三二一，啊对、欸，真的是欧米伽哎、欸！哇，那到底是我快没心态。你知道原因？不是他这个没有动，没有动作参考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只能往那种体型偏大的去猜而已。从来没看过这家伙。这个我就是猜，这个我有点。这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了。你要知道了，这个造型有够便宜的，就说到这里。有够便宜的、哦，有够便宜的，我还是不知道是谁啊。萝莉还是一格，该不会是那个吗？那种 ，biang biang biang， 是锦吗？不是锦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有点像绮罗、欸，有点像锦的双生造型的。你都太菜了，而且是绮罗对不对？不是，幸亏那个375的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爪子。你这么强啊、哦！我靠，硬是什么？欸、真的、欸，这是爪子、欸嗯。是啊，是新款。但是是泳装或者是那个。是泳装。对，我觉得是泳装的造型啊。好，开，反正我一定是幸亏了。你看，哎，影之影有没有？操，又很细节，哎、欸，它很细耶，哎、欸，你那个爪子出来，你可以抓包哎。这个我知道，文瑶。这个超级难用的造型，难用，你说变一个不喜欢用，你不喜欢用这个，这个用了爱你更上一层楼。真的，这个不用这个没办法玩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不想这个。最难的文瑶啊，爱迪。超确定哦，在里面。那要不要顺便跳选一下？你们觉得最好用爱迪造型？我肯定是这个，我觉得这个。那奶绿耶？我都银翼侠侣跟魔女契约，硬吹雪，反正除了这个以外，我基本都用。啊？我不知道这个，我不知道。我可以说，为什么你知道？麦克斯，哎、欸、啊，那个末日的那个嘛，我也觉得出来了，我觉得是麦克斯啊，这不就一个人，然后旁边两个手臂吗？小
哎、欸，这样出来我还是没有印象的这个造型。有啦，戴那个生化眼镜，是唯一有特效的那个造型。对，原来是长这样啊，很刚哎、欸，这造型很刚。没有哈，真马都爱秀哎、欸。这个还是什么鬼？这个你有办法、啊？这我看起来真的不行、欸。我都要你给我指点明灯，我才能知道什么造型。这个感觉就要颜色。这没颜色不行，看起来应该不是很贵的造型。好了，我先猜阿塔。我觉得很贵的造型通常都不会是以水为背景。其实我想猜罗尔，罗尔有一个那个绿色的那个。不是双生越南的那个，有一个女真的绿色白色的那个，就头发你知道吗？对可是他那个头没有很高啊。对啊，可是这样看又不准，那看到颜色才知道。哎、欸，这颜色还是蓝，感觉很蓝哦。它的发杖也很像蓝诶，有点蓝。蓝有拿发杖吗？没有，我看没心态。那我先猜貂蝉好了。我猜蓝，蓝有一个这个色调的，他没猜到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不会是莉莉安的那个泳装吧？我觉得不太像，不太像色调。可是动作好像很像。要给线索吗？给一点点线索，这样都让我想知道这到底谁。反正我记得我看到的时候，他在水里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他水里，那这样我就要猜凯格路士了。凯格路士跟水搭在一起很正常，但是这只角色我觉得搭起来完全没有联想。啊，哇，你这样讲更难了。还是那个菲列娜加女神，其实有点像。好了，我猜那个色调有点像。那先给个路啊，凯撒可以。凯撒，那再给我想一下，在水里很奇怪。对，菲列在水里很奇怪，因为这样子色调确实。确实是蛮像的，又是女生，菲蕾，那这个东西，好啦，跟你了，抱你大腿，抱大腿，菲蕾，好，菲蕾来看，真的，你是说啊，它的这个地方有点像蚕，有点蚕布的感觉，有点像。好，这张我猜，这张还是克里希，克里希啊，刚刚不是出来跳了舞，耶，有游戏体验喽，真的吗？对啊。哎、欸欸、是维拉的啦，哎、欸，哦，这是维拉的。刚刚怎么突然变了？刚不是克里希哦。我说那不是哦。哦，我靠腰，我刚以为那个两个图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猜到一样。哎、欸，你很刚哎、欸。哦。你这双杀哎。野鸡。刀锋。野鸡的那个。野鸡的那个。啊，是啊。对，野鸡。哈哈哈哈哈！野鸡啊，他那个动作，那个弯腰，双女王，好看。对对对，倒了啦，冰霜轻微。哇，青蛙怎么跟人家差距？不是啊，他们怎么猜的啊？我不懂哎。最后一题，这题这个也太像那个了。闪电麦克风。夏令花火，哎，很夏令花火，可是这个车是到怎样？猜出来就是 MVP。你说海牙？啊，不是。海雅的 AI 出过，疯狂转的哦，疯狂吉普车，我感觉是提米，感觉是提米，它主体不在这，那台车不是主体，嗯，哈哈，吓死啊！那到底想怎么样？看配色，那配色就是夏令，不是靠背，就那个车能看，然后那个车架不是主体，那车子很过分，提示射手。射手就很像海牙，可是又不是海牙，又是警的话，我就不是啊，对，不是啊，对啊，用的是应该不是。稍微念一下，念出来射手名字，好像我去抉择一下。你说苏海牙、警小丑、卡芬尼、林地、文，然后要说文，刚会不会是玲玲呢？玲玲也有骑车哎，难得。阿卡菲尼克有摇头，阿菲尼克已经出过啊。刚刚有人讲要自己否决掉，那看来是提地啊。那就是那感觉是游戏跟林地之间，林地的那个阿妈造型。啊，那我猜，其实玲玲那个小身躯有可能被换成车啊。玲玲那个人一个人要换成车，会不会太勉强啊？好，我先猜玲玲啊。好，还是景，那我猜景好了。玲玲，好，玲玲啊，玲玲啊。好，来，公布三二一。啊，干他是谁？他是无尽星芒哎，确认。刚刚有人讲到勇吗？我讲勇啊，我都有讲。哎，那只是就很不像勇啊。到底哪里像勇？不是啊，下面那一根箭。哇哦！人怎么换成车了？那怎么变烟火了？他大改啊！我看没心态了。你觉得这个游戏难吗？我觉得还不错。除了最后一题，哪一张图片最难？我们菲列可以算一题。哦，那个欧米伽，这个光是这个，光是只有绿哥出手，看那个脚真的是很难猜到，因为太扯。那个夸克那张比较难，还是欧米伽那一张？夸克，那夸克你们都没有头绪，欧米伽那还有一点头绪。反正跟你讲，我是看了一点懵啊，他这个太瞎了。喜欢这部影片的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喜欢这个系列的，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拜拜拜拜。